啊这些。行，头回买你的腊肉怪不好吃的，还有点臭，我甩了，甩了，然后去给他，去骂他，去举报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腊肉，对不对？朋友们，我们有没有卖过腊肉？没有人打两个字没有，对不对？从来没有卖过腊肉，朋友们，刚刚有个姐姐还是阿姨说，我买了我们的腊肉，臭了还甩了，对，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腊肉啊，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腊肉，有些人会把我们的鹿皮录下来，然后把我们的话。用那个电脑还是什么给他改了，然后他拿去卖腊肉。是的，我们从来没有在网络上面卖过腊肉啊，姐姐阿姨们，所以说很多人冒充我们，把我们的信誉都给我们毁完了，知道吧？这个橙子啊，你吃过一次还想吃第二次，我刚刚一口气吃了四个。对，从来没有卖过腊肉，所以说很多人他们就是不怀好意，特别是有时候那些黑粉，对，很多人都说我们没卖过，对不对？嗯，很多直播间的一直都跟着我们，从第一次直播都一直跟到现在，都看我们到现在的，都很了解我们。我们卖过就是卖过，没卖过就是没卖过， 对， 对不对？那个，所以说那个姐姐还是阿姨，我们真的没卖过。如果是我们卖的，我们负全责。对，我们也没有卖过蜂蜜哈。对，30元是8斤哈，30元是8斤。昨晚已下单了，谢谢我川阿姨，谢谢我小。29.9是8斤啊，八斤是包邮啊，朋友们能拍就能发。能拍就能发，有没有新来的直播间？我看看有没有新来的。八斤，重庆巫山凤节脐橙啊！你们在萌宝萌度上面去搜索一下，看一下重庆巫山凤节的脐橙出不出名？都是新鲜采摘的啊，新鲜采摘的啊，朋友们。我素兰阿姨都也在帮我作证，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每一个的这个刚刚采摘下来的都是这样子的。都是新鲜采摘，你们看得到啊？这个叫什么？这个上面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这个书面语叫什么？八瓣儿，摘的那个那节啊，是吧？对，来下方啊，下方小黄车已经给大家上车了，这个脐橙好吃，是我们重庆的，是新鲜的，重庆凤节的，姐姐们都很出名的，重庆凤节的脐橙它本来就是很出名的，对不对？我们没有拍的哦，靶子是的，对，这个靶子都是新鲜的，你们都看得到，大家放心的去拍啊，放心的去买就对了，是不是？嗯，对，叫果靶，对对对，果地果靶是不是？巫山，对，是巫山脐橙，巫山凤节脐橙，一拍31.9元的。你买的是特大果，那你买的是特大果，它有两个链接，一个大果，一个特大果啊，都给大家标了的，相差2块钱，个头也稍微相差一点点，但是它的甜是一样的，不会说小的它就不甜，大的它就甜，只是可能大的，比如说拿去送人会。好看一点吧，可能会好看一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们又出来了，什么意思啊？是好吃，脐橙真的好吃啊！而且你们现在正在逛街的姐姐阿姨们，可以现在去问一下，就是你们大城市里面的话，不会低于9块钱一斤，我敢这么跟你们说，大城市里面脐橙，重庆凤节的脐橙，你们不会低于9块钱一斤。小城市的话，可能它的就是很多价格，它是随着当地的经济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怎么样子的嘛，对不对？说实话，很多人拍了是支持我跟阿曲墨的，对，都是为了支持我跟阿曲墨。说真的，谢谢你们的支持。说实话，你们家里面，哎，这个水果平时家里面每家每户都能吃得到，不是，对不对？等一下，芳儿，你说什么？这芳儿说什么？阿强给你介绍个女朋友。阿强他说给你介绍个女朋友。谢谢芳儿姐姐。我不找女朋友。你找女朋友吗？不找，不找，啊、不找。那不找，不找。酒甜一酸，我们这里10块钱3斤，可能你们好多人跟着笑了。有人说直播间的家人们，有个姐姐说要给阿强介绍个女朋友，告诉他要不要介绍，要的打个要，不要的叫他不用了，好不好？谢谢爸爸。叫他不用了，好不好？不支持发货是不是？不支持发货的就没有办法了哈，姐姐们，不用了，不要。阿强，我买了一单，谢谢奋斗，谢谢，对的，一生平安，是的嘛，对不对？重庆凤姐，靠我这里很近，梅姐姐，那你知不知道？那你卖多少呀？
是不是、啊、重庆奉节的脐橙啊，奉节脐橙啊，这个是重庆奉节的，不是说，因为脐橙它分很多种，什么雷波脐橙呀、爱媛果冻橙呀，各有各的好吧。这个呢，这个呢，我们吃了，我们觉得挺好吃的，我们就分享给大家。而且这个的话呢，也是阿强哥的朋友的嘛，就比较放心。不认识的人手里，我们拿来卖给你们，我们会觉得我们不知道，我们保证不了它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呀、啊、什么防腐剂呀、啊、这样那样子的。那人家自己朋友的话，那就很放心的分享给大家，很大胆的。心里面分享的也有底气，知道吧，家人们？阿强，你是四川人吗？对，我是四川人。29.9给到大家的是八斤，你这一单有多少斤？一单有八斤，29.9，就是八斤。我们你们自己去摘还要7块钱一斤，是不是？因为这是他朋友的，而且拿的多，怎么样子？也有一个朋友价，而且阿强哥呢也跟他软磨硬碰了很久，大都是朋友嘛，对不对？来，不给兄弟这个面子了呀，这些，然后呢，快递费都要10几块钱，不是说拿来挣大家的钱的，大家都明白的，对不对？自己去摘，你们自己去买重庆奉节的脐橙，真的是非常有名的哈，姐姐阿姨们。拍了的打两个字，拍了，朋友们。拍了的打两个字，拍了我们就下掉了啊。那个人家说芳儿看到没有，说了，他说豆豆阿曲莫的，阿曲莫他待会上火的，芳儿。他待会上火了。没有，开玩笑的，对不对？江苏常州几天能到？3到5天啊。然后物流是顺丰、京东、三通都有，就是随机的。对。这是随机的。阿成哥，他们叫你就是说句湖南话，你会说湖南话吗？我不会说湖南话呀。我不会说。阿强不会说湖南话呀，他不是湖南人呀，家人们。我是四川的，四川的耙耳朵，四川的耙耳朵。耙耳朵是？你们知不知道耙耳朵是什么意思啊？四川的经典名句啊，四川的耙耳朵。那你以后要不要？广东湛江这边要几天？都是3到5天啊，近一点的可能2天左右就会到啊，然后偏远一点的可能也不一样，反正基本上都是3天左右，3到5天啊。我不是湖南的，我也不会说湖南话啊。那耙耳，四川的耙耳朵就是怕老婆的意思，你看嘛，他们都说了，你看嘛，对不对？有很多人知道，重庆人也知道，对不对？那你以后要不要当一个耙耳朵？哎。你们说阿哲哥以后要不要打一个耙耳朵？要的打个要，不要的打个不要。哎，我不跟你说了，你说这些，朋友们，真的，他这个有点过分。哎，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哎，不好意思了。哎，我有点事，我也想上厕所了。你看他们都说要，是敬重吗？是的，敬重啊，3到5天啊，都是3到5天不要。你们不支持阿强吗？不是啊，好男人才会当耙耳朵，对不对？是不是怕耳朵？他不是怕老婆，他其实是尊重老婆，是不是啊，家人朋友们？哎，我现在觉得我让你把口才练好，你现在是练好口才来对付我了，朋友们，你们说这不是自作自受吗？不是，是不是呀？那怕耳朵他并不是说什么怕老婆，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打架，女的能打得赢他吗？咱们为了让阿曲莫锻炼口才，他把口才练好了，居然来对付我了。是单斤吗？是八斤，29.9。他们都说要当耙耳朵，你看，太过分，甜不甜？甜，非常甜。李姐姐，你们放心大胆的去拍，认可阿强阿曲莫的话呢，我也没有什么能给到大家的，这是阿强哥给你们谈的，姐姐阿姨们，你们放心，你们相信阿强哥的人品的，信得过阿强这个。哎，小心要掉了。中，怎么说呢？我不太会说。八斤重啊，29.9，八斤包邮的啊，好吃是吧？听媳妇的话，有碗饭吃，就跟那个什么奚梦瑶跟她的那个她的老公是谁来着？什么君？好，这种那个雨说这种思维没毛病，真的、有毛病。真的，他们人家那里都说的是盼老婆能发财还是怎么说的来着？对不对？是8公斤还是八斤？八斤，没八单斤啊，不是公斤啊，八斤。8斤29.9，已经非常的划算了，终于带货了，谢谢我人生路漫漫，真的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会越来越好，以后有其他好的东西也会分享给大家哈，也会分享给大家，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一拍2单，哇，谢谢我这个黑马摩托啊，长春发货吗？能拍就能发，对，4公斤，8斤。阿强多大？你们猜阿强多大？哎，今年是2024年了，涨了呀！2024年都涨了，马上过这个春节了，马上春节了。别说年龄好不好，我还年轻好不好？我这样子好像是18岁，阿全部好像19岁。
啊，弟弟。哎，不对，我问你十八岁，我19岁，你18岁。不是，弟弟嘛，反正你是说要让我叫你弟弟嘛。哎，越年轻越好，说实话，越年轻越好，对不对？祝你们越来越好。现在，有句话叫做，小的时候说，哎，我的岁数怎么那么小呀？这长大了，中年了，就怕谈及这个岁数。说实话，就怕去聊到这个岁数的这个问题，觉得哇，这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半了，怎么办呀？怎么办呀？好，还没享受过生活呢，是不是？一个29，一个31，什么区别？大小的区别。一个29的会比31的稍微小一点点，但是它的甜呀什么好不好吃呀，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个橙子是八个斤哦，不对，八个斤，4公斤，8斤，29.9包邮，一斤它只投3块多一点点。你们去外面去买的话呢，一斤它起码要你们8块钱9块钱。凤姐的脐橙，凤姐的脐橙，可能其他的脐橙1块钱一斤的有，以前我买过，就是还要拿个塑料袋包装着。那么小，然后干瘪瘪的，然后以前我买过那种吃，所以说橙子它有非常多品种，对不对？但是每个品种可能有每个品种不一样，而且这个的话呢是没有说什么打了催熟剂呀、添加剂呀、什么甜的这样那样子的东西啊，姐姐阿姨们，它有些甜，它会甜的你没有打蜡，没有打蜡姥姥。有些甜它会甜的你想说恶心，吃的恶心想吐。今天晚上阿成哥已经吃了4个了，我吃了4个了、朋友们大家放心了，去拍就对了。对，儿子呢？阿全问你儿子呢，再给他们说一下那个好他忘记了。你们有没有想知道我儿子去哪里了的直播间的家人阿姨们？我儿子在他爸爸那里，我儿子现在真的我很欣慰。来，最后10秒钟给大家下掉了啊，最后10秒钟给大家下掉了。对，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们，以前阿曲墨为了不跟孩子分开，一味的强求把孩子带在身边，带到娘家去，然后让他在那样子的环境下成长，让他导致了变得不爱说话不开心，是不是错了的呀？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没有错，现在看起来是错，但是当时没有错，对不对？对对对，当时因为我是真的放不下孩子，知道吧，把他带在身边，但是把他带到了就是不好的环境下去成长，后面是人家父亲，那也是他的儿子呀，对不对？人家也舍不得孩子呀。来，朋友们，最后10秒给大家下了啊，这个橙子就下了啊，最后10秒钟。我们还没有拍的，我们自己去拍了哈，姐姐阿姨们，29.9重庆奉节巫山的哦，不对，重庆巫山奉节的脐橙，姐姐阿姨们，29.9，到手8斤。脐橙的话，你们不用担心说买回家会不会坏了烂了，脐橙它可以放很久，甚至可以放到你们过年的时候吃。应该都没有问题啊，但你们放心的去拍，你们可以，之前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个人拍了8单10单的，他说给自己的家里面的公公婆婆拍一单，爸爸妈妈拍一单，自己拍几单这样子，我很认可那个儿媳妇儿，那个女儿真的，她没有说只给自己的父母拍，也没有说只给自己公公婆婆拍，两边的老人她都一样的对待，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有血橙吗？没有血橙啊，朋友们，没有血橙。酸的还是甜的？酸的还是甜的？甜的。朋友们，甜的不是凉山的，是重庆的哈，姐姐阿姨们，是重庆的。我们还没有拍的，抓紧手速去拍，数5个数就给你们下掉了哈，家人们。对，不是1斤啊，是8斤，1斤29.9的脐橙可能没有，有可能上海那进口的，对，上海的东西卖的贵。29.9是8斤脐橙，凤姐的脐橙啊，凤姐脐橙大家都知道的，非常出了名的，而且非常的好吃的哈。为什么拍不了？可能是那个地址原因哈，姐姐阿姨们，来数5个数就给大家下掉了，好吃。吃过凤姐脐橙的姐姐阿姨们，好吃的把好吃扣在公屏上，真的，你们到时候的话呢，因为到时候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有多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多少，建议你们能拍2单的其实不需要拍1单，拍了2单还给大家发了一个小小的优惠券，买过好吃，谢谢，我已经拍了，谢谢春兰阿姨哈，谢谢春兰阿姨，我们数5个数就给你们下掉了哈。还没有拍的抓紧手速去拍，没有拍过你可以拍一单回去尝试一下，真的你会回来，就是到时候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你会来回购的。之前刚才怎么显示是24.9元，那是因为你有优惠券，知道吧？
没有优惠券的话，那就没有这个价格的二十。我们给到大家的是29.9，但是你一拍两单的话，它会有一个两块的优惠券。来，准备好手速啊，马上下了。拍半斤可以吗？哪里有拍半斤的？哪里有拍半斤的？来，五个数据给大家下了啊，还有没有？还我看一下，还有两单，还有两单，只有两单了，姐姐阿姨们，现在只有两单，我们就下掉了哈。我拍了两单，怎么没有？最后两单了啊！最后两单了。他是直接给你减了的，两单有两块的优惠券的，好像。两单有两块的，拍了31块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买一个可以不？你拿回去炒来吃，你还要跟我说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要跟我说这个吃了能不能脱单？这个吃了能不能怎么样子？我看到好多卖水果的这个样子。最后三秒下了。好好好。来。我们还要拍的，赶紧的哈，没有链接了。没有了吗？已经拍不到了吗？还有啊，家人们，还有，只有两单了。我数三个数，能不能煮着吃，炒着？好，我刚才好多卖水果的说，你后面那个人卖不卖？你后面那座山卖不卖？他们说这个吃了能不能脱单？这个吃了晚上会不会做噩梦？这个吃了晚上做梦会不会甜？怎么样子的？好多好多这样子。下了吧，下了吧，那没有了。炖汤喝，炖汤喝，对，没有没有，开玩笑的。来数三个数，直接下掉了哈。吃了能怀孕吗？我的天哪！是，目前我吃了很多还没有怀孕。我吃了很多还没有怀孕，能不能怀孕？给大家下掉吧，下掉吧，下掉吧。拍了两单，好的，谢谢，一试一试见一拍，谢谢谢谢，3、2、1。下掉，那就多吃两个再看一下，多吃两个看一下，好了，下掉了哈，下掉了哈，可以的，拍了的就给大家发货，没拍的不给发。我看到有人说不，我不拍，等着好不好？不行，没拍的不给发，没拍的发不了。离婚了可以买来吃吗？离婚了就会有一个带着诚心诚意诚意满满的人来找你了，知道吧？离婚了过后，你买这个橘子回去吃，你坐在家里面，知道自己都会去找你了。下没有？你看他们。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下掉了，下掉了。我赚了31块的8斤，但是是大个的，就是会比29.9的。怀孕了的能吃不？怀孕了的吃了能是一个健康的宝宝。健健康康漂漂亮亮的，眼睛大大的，嘴巴甜，就是以后生出来的宝宝如果是个儿子，哇，是妈妈的就是小情人，哇，甜妈妈，是个小棉袄，甜爸爸，妈妈也甜，男人说话很甜。男人敢吃吗？敢。男人吃了。阿莫，好久没看到你们了。对，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这样子聊过天了。什么时候发？明天发、哎、朋友们，你们觉得说阿群莫用护肤品可不可以？就是不这么说吧，你要这样子问我，以我的皮肤跟以前相比有没有好一点啊？你们觉得阿群莫的皮肤跟之前有没有好一点？吃了能长男朋友吗？能长两个。开玩笑，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你看金水阿姨，我为了回复你的话，差点得罪了我阿强哥了。那个李大哥说什么不可以，简直是太可以了，是吧？嗯，漂亮多了，好多了，是不是？30多岁的男人可以吃吗？30多岁的男人吃了，像13岁的。哎呀，这种话不能在直播间说。是不是？对。我看到他们好多直播间都是这样子，然后现在他们已经学到精髓了。对，那都是搞笑的。嗯。是吧？漂亮，换了一个人，看到你们好幸福，我们会越来越幸福的，越来越会更加的自信。谢谢，心静如水。我觉得朋友们，我刚刚把阿群莫教会了，他就拿着教他的这种自信来对付我了。现在，我有点是不是教会了，然后就没好果子吃了，朋友们。啊。会不会啊？你们在哪里？我们在四川。真的。是不是？会不会啊？我觉得是会的，是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嘛？我什么来看你们？随时来看我们，跟着师傅睡，不是什么，好好说话。真的，我的天哪，我这个人是口无遮拦的，你打什么我就去说什么。你的思想呀，真的。咱们不能聊污的啊，咱们不能聊那些啊，好不好？对，他打污的，然后我顺着他就去读了。我这个人的话就比较那啥，知道吧？
比较口无遮拦、就是、教会徒弟打师傅是不是啊？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把他给教会了，他现在用这些这种话来现在说我，让我觉得觉得我被他针对了一样的。没有是不是啊？三分七分打扮，没有三分人才都没有，最多一分是不是？嗯，两分。他说天生丽质。他们说我三分人才七分打扮，我说最多一分，开个玩笑，开个玩。你说是不是呀？你说是吗？橘子下掉了吗？下掉了，橘子下掉了，橘子下掉了，下掉了。橘子跟橙子不一样，橘子跟橙子不一样，橙子是橙子，橘子是橘子。嗯，橙子也属于是橘子，橘子是概括了很多，是不是啊朋友们？应该这样子去理解的。像吗我们两个啊？我看到好多人说我们两个太像了，我们两个不像吧？阿强哥长得那么帅，53的我，农村女人支持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橙子，刚才那个是橙子，好长时间没有看到阿强了，来给你们看，我不挡住他。阿强是前段时间我们从湖南回来的啊，因为我爷爷住院了，然后回来，现在已经出院了。已经出院调养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谢谢大家的关心。最近我们的视频也没更新，就是因为我经常在家里面看着爷爷，有的时候他分开太久了嘛，他就老是觉得说离开太久了怎么样子的，就来看着，现在在调养身体，谢谢大家的关心啊，已经出院了。你说的哈，亲政亲什么家，你说的啊，说的什么，到会有这一天的，会有这一天的。来，喜欢阿强的给我们点个关注好不好？有条件的这里亮个粉丝灯牌，谢谢你们，把马甲穿起来好不好朋友们，马甲穿起来，有条件的亮个粉丝灯牌，喜欢阿强阿举墨的给我们点个免费的关注。橙子，谢谢橙子下掉了，橙子下掉了，橙子已经下掉了，谢谢大家的粉丝大灯牌，谢谢你们。用的啥牙膏？黑人牙膏。用的黑人牙膏，谢谢送来的灯牌，谢谢大家，哇好多人亮的灯牌，谢谢师姐，感谢师姐，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啊，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我关注你们一年多了，谢谢。哇我55了，春天我55了，喜欢你两个，谢谢你们的喜欢，谢谢你们一路支持着阿强和阿曲墨，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难，我看到了啊，199还有那个家我都看到了，我记住你们两个了，记住你们两个。阿曲墨的牙齿一直很白，是不是？他会咬人的。牙齿白的人，牙齿白的人，我告诉你们啊，朋友们，牙齿白的人，他是说话，知道吧？他现在口才练出来了，知道吧？牙齿白的人，他说话会直插这个啥的，知道吧？知道吧？我给你关注，你半斤都不能拍，半斤不能拍，半斤不能拍。还想拍半斤？我八斤，你是不是打错了？想打八，但是你不会打八，只会打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想打八，但是你跟阿曲墨一样，文化不高，所以只会打半，就打成了半，是不是？你是卖橙子的，兄弟送我一个橙好吗？送你一个橙、两个橙、三个橙的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来我这里。好不好？再上点橙子嘛，正准备拍就下车了，是不是呀？还有多少人没拍到橙子的呀？可以，我看看有多少，我再给大家提十单出来吧。我再给大家提十单。没拍到橙子的扣个一，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没拍到。保证哈。老板娘太看不起人，怎么可能？我太看得起你们，我要半斤，我没有半斤，我只有八斤。你非得要29.9买半斤，你这傻呀！你29.9，我给你发八斤。来，还有小黄车。来，准备好，现在给大家上一下，给大家上一下吧。你给大家上一下吧。来，准备好你们的手速哈！刚才29.9八斤的橙子没有抢到了，现在给大家上一波哈！我看到好多人在扣公屏，来，准备好手速，3、2、1，给大家上车。可以了，家人们，橘子皮回收吗？你把它晒干了，拿去那个中药店去卖。
回收，知道吧？但不是我们收，别人收，把它晒干了拿到主要店去卖，知道吧？给我发一斤半来试吃一下。好嘞，你先把八斤的先下单了，我再给你发，再给你一个试吃。拍了的，咱拍了，朋友们。真的，这个橙子挺好的，真的挺好的。看着电视可以吃不？你躺着都看着电影吃更好。来，八斤有几个？二十几个，八斤有二十几个。来，笑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姐姐们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八斤应该有二十个左右哈，已经给大家上车了。真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你们到时候躺着看电影的时候，你们没得吃的了哈。躺着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我女朋友能吃吗？哎，你女朋友真的能可以吃啊？为啥不能吃？还跟姐姐说啊，还跟大哥说他女朋友能吃吗？可以吃的，可以。你男朋友也可以吃，女朋友也可以吃。无籽的，怀上了吗？谢谢。怀谁的啊？早点发话。好的，好的哈。是九甜一酸，煮着吃吗？蒸着吃。坐着也可以吃，就腌制了，做成像腊肉一样熏，在那下面熏了吃，放点盐，没牙齿了要挤着吃，知道吗？你们真的被那些其他带那些广东，哎，不是广西的那些靓仔们带偏了，是不是啊？你们是不是被广西的那些靓仔们带偏了，姐姐们？是这样子的，吃了会不会怀小孩？吃了，然后有男朋友的话会怀小孩？不能讲这些，不能讲这些。我要等一下，我要让你们被喜欢的，我又会被抬走。我每一次直播都被直播间的一些，就是因为我不太懂嘛，然后我就被抬走。你们说什么，我就顺着你们去说什么。前提你要有男朋友，知道吗？凉拌吃，炖汤喝啊！我们还没有下单的姐姐阿姨们，下方小黄车已经给你们上架了，29.98斤哈，29.98斤。喜欢你，所以开玩笑说的，知道的，心里面明白的哈，姐姐阿姨们心里面明白的哈，站着吃、坐着吃、躺着吃都可以。你这个带不带说明书？我这个不仅带了说明书，还带了。没有带说明书啊。是直接是刀切，卖个橙子还带什么说明书呀？现在这生意这么难做了，卖橙子还得要搞个说明书了。那李大哥肯定，李大哥你肯定是谁派来的？你派来搞笑的，李大哥，这样太搞笑了。用嘴吃还是用嘴吃？让女朋友喂你，说一声几斤？八斤，有质保吗？八斤啊，29.9是八斤啊，朋友们。带皮能吃吗？这个一天吃几个？啊妈，我的天哪，真的。哎，不要搞个扯这些，我觉得。扯不赢你们。扯不赢，我服输了。买了鸭蛋来山吃了，你在家里吃好不好？有坏的吗？这个要求我满足不了你，你想要坏的这个要求我满足不了你。发点辣椒站着吃，送刀不？你站着吃，你坐着吃可以吃，你不需要站着吃，坐着都可以吃。我买十斤，你买十斤，你买100斤吧，你买100斤好不好？来，我们还没有拍的哈，下方小黄车，重庆的，这是重庆奉节的骑乘，姐姐阿姨们，这是重庆奉节的骑乘，看到没有这样子的？29.9，八斤，太神奇了，我要。就是因为我正准备挤，你突然大吼一声，吓我一跳。29.9，八斤。送到吗？我给你们背过去好不好？坐到厕所吃，我给你们背过去好不好？单加运费吗？不加包邮了的，是多的会不会发？我搞不赢你们啊！我认输了，家人们。你们这些梗我接不住，皮子，你们拿去晒干了，去给那些卖，我不回收，我受不了。田二，他们问你买了能不能把它全部送给他们？不能。他叫你别买了，他叫你要这样的话你别买了。对。没有哈，我们还没有下单的哈，下方小黄车这样子，直播间姐姐阿姨们再给大家一分钟好不好？
带给大家一分钟，你们知道的，奉节的脐橙，重庆奉节的脐橙本来就非常的出名，对不对？然后的话呢，这个脐橙你们去外面买，你们现在在逛街的姐姐阿姨们可以去你们楼下的那些水果店去问一下，做个比较嘛，对不对？不会低于8块钱一斤，重庆奉节的脐橙，你们可以去你们楼下问一下。我这个是烧着吃的啊，这个是烧着吃的。你们一定要拿回去烧着吃，真的，重庆奉节的脐橙它比较贵，真的，哥哥姐叔阿姨们真的比较贵。你们，我们今天的话呢，8斤给大家29.9，而且包邮了的，所以说到你们手上一斤它都投不了，4块钱，它就3块多一点。知道吧，哈，哪里发货，重庆发货呀，重庆发货呀，知道吧。这是谁的家？这是阿曲墨的出租房。这是我的家，我的家。朋友们拍了的打2个字，拍了。水非常甜啊，水分非常的充足。水很多而且很甜。而且它不是说甜的那种恶心的那种甜，知道吧，家人朋友们？有一种水果，它会甜，就是别人给它，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给它弄的，反正把它烤得非常的甜，然后就不好吃，甜的恶心，知道吧？八斤，这个的话呢，它是很甜的，知道吧？来，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现在已经只有10单啦，下方小黄车，重庆奉节的重庆奉节的不是，重庆奉节的脐橙，29.9包邮到家，整整8斤，非常的甜，9分9甜1酸，非常的好吃。下方小黄车，谢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已经只有10单了。10秒钟给大家下链接，我来控制电脑。10秒钟下链接啊，朋友们，赶紧的拍。10秒钟给大家下掉链接了，我们没有拍的姐姐阿姨们就自己去拍了哈。还有7单，朋友们。只有7单。八斤大概20，它一个3两多4两多这样子的，八斤大概3820多少？3824还是25？24。3824，5524，我学过的这些。朋友们，喜欢阿强的，喜欢阿曲墨的，给我们点一下关注，免费的关注，有条件的捏一个粉丝灯牌，谢谢。3851。李大哥，你没有打什么甜糖糖素、甜甜素的，没有打，你们放心哈。来拍了的打2个字，拍了，你们不会失望的啊，不会失望的，直接拍就对了。来，最后5单。我要给大家数5个数了哈，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哦，刚刚橙子都没拿给大家看一下，橙子都没拿给大家看一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是这样子的，西昌为什么不支持配送？哇，怎么回事呀？拍了什么时候发货？明天给大家发货哈，明天给大家发货，来，下方黄色单斤还是单斤还是公斤？单斤，公斤的话就是16斤啦。单斤的话，公斤的话就是16斤了，16斤29.9，哇，买不到，真买不到，这个现在都是真的，阿强哥朋友的，所以说才能给到大家一个这么实惠的价格，知道吗，姐姐阿姨们，看到没有，这样子的橙子，看到没有，有大有小的哈，姐姐阿姨们也拍，好的，来这样子，我数10个数，数5个数，直接下掉了哈，数5个数直接下掉了哈，然后今天晚上就不再给大家上了。今天晚上就不再给大家上了，现在真能巴巴，网络没个真的，我巴巴巴也错了，我不巴你说阿曲墨怎么样子，我巴你也错了，给10斤吧，要亏死，给10斤要亏死。那天晚上阿强哥补贴了20000块钱，那天晚上阿强哥补贴了20000块钱，但是很多直播间的就是最后一天嘛，对不对？30号那天他说这一年要完了，然后他给大家补贴了很多，其他的东西知道吧，这个我们也说了，新的一年这个是没有挣钱的给大家的，知道不，姐姐阿姨们，你们都知道的，你本来就是夫妻俩，哎，借你吉言，希望哈，我也希望本来就是呢，但本来不是，我希望以后是哈，好喜欢你，谢谢姐姐们，谢谢你们，来，我数5个数就直接下掉了，5 4 3，我们还没有拍的，拍不了大同事怎么样的，十斤没有，10斤给不了，10斤没有办法，我的天哪，你去楼下超市里面的水果店那些问一下，脐橙卖你多少钱一斤，
脐橙卖你多少钱一斤？可以帮我发顺丰吗？命运不由人，除非你那个，看一下那个备注一下，看能不能发，因为人太多了，知道吧？人太多了，我们记不住。你备注一下看能不能，因为它都是随机发的，有顺丰，有京东，有三通，知道吧？都是基本上都是非常近的，给到大家了。实际没有，我下掉了。实际没有，我下掉了哈，我是五个数下掉了，因为29.9真的已经非常的。已经非常的亏了，已经非常的亏了。你是谁派来的卧底呀？你忍心让我阿强哥亏，我还不忍心让他亏呢，知道吧？八斤半吧，不行不行不行，来三，够便宜了是不是？其实买过的人都知道，正儿八经的真正的买过的人都知道，我们大家平时都要吃的是不是？十斤我也要，十斤没有，我要下掉了，来三。耶，直接下掉小黄车，我八斤都不上了。你们这样子的话，我都说了，这个是给我直播间的铁粉阿姨们的，你黑粉你不要给你。我已经买过，太好吃了，谢谢谢谢。这叫什么果？这叫脐橙，这叫脐橙，这叫脐橙，知道吧？这个已经非常的实惠了。你是敌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报上名来，谁派你来的？你就派报上名来，谁派你来的？把你用的牙膏拿来走一包。下呀，怎么还有？不下，你让我下的话，我就不下。你让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一箱有多少克？没有了，阿曲莫。没有了吗？一箱有多少克？八斤是多少克？160克。大概有4000克。160克。啊，160克。八斤是160克呀，对不对？美女善良一拍，谢谢谢谢，怪不得怪不得，我就说嘛，是不是？我们凤姐的好吃，你们凤姐的哈，这是你们凤姐的，真的好吃。他们有些人可能没有吃过的，可以拿回去试一下。手好白呀，要不要把我的护手霜也分享给你们呀？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没有护手霜。刚刚你们还说把我用的牙膏分享一哦，1600克吗？下掉呀，下掉。下掉了呀，下掉了，只是他网络有点卡。下掉，这个拿过来。他网络有点卡。下掉了，没有了，朋友们，没有了，下掉。2.5元。以前那么爱哭，现在那么爱笑。对呀，那人不是应该把喜怒哀乐都表达出来吗？是不是啊？人不是应该把喜怒哀乐都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了吗？如果有一天，这个是什么？蛇。是蛇。你们认识这个是啥的？我肯定很多人认不出来这个是什么。保持这个样子最美，谢谢李大哥哈，谢谢李大哥，1斤500克，哦，八斤是。160克，那语文老师教的，语文老师教的。烟斗。笋。不是烟斗啊，不是烟斗。不认识，没有一个能认得出来。再给你们看一下。再给你们。竹子根，石斛。不是。有人说这是铁皮石斛。哇，他们。竹编。居然有很多人认到哎。好多人打石斛，但是。竹笋头头，差不多，竹笋的根根。给他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很漂亮的。这样子的。竹子根。竹子根，生根发芽。竹子的根。我把它掰断。我烧一下可以把它弄直的，这个。竹根对吧？这竹根。这竹子根。怎么没看到你家小孩啦？你都有。我猜对了，对，很多人都很真的看一眼都知道竹根啊，这是竹子根。我看一下我这八斤是多少克，八斤你们不要考我这种太文化的东西嘛，好不好？阿曲莫说是多少克，阿曲莫说是160克。你们不要考我2816呀，它是八呀。一斤有多少克嘛？50克啊。500克。一斤有500克，十斤就是5000克，是吧？哎，我要跟你说不准，要给你请个语文老师给你教。
我现在在哪里？有没有知道阿图莫现在在哪里的？直播间的家人们，有没有知道阿图莫现在在哪里的？可能因为之前我们去到广东，有没有看到我们去广东了的？看到了的打个有。然后呢，有没有看到我们去湖南了的？看到了的打个有。然后呢，再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哪里，下了一单，好吃再来买，是不是？你一定还会来找我们的，真的很好吃。我们在四川，前段时间阿强爷爷生病了。然后现在出院了，已经在调养身体了，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看到有对，然后我们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在不是湖南，是四川，现在在四川。阿成这么多公司咋这么闲？闲得很，你这么多公司咋这么闲呢？我的公司都要倒闭了。公司都要倒闭了，啥公司？没有，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觉得说哇，你开公司的或者你当老板的，你就应该非常有钱。老板不一样，有钱的老板有很多，正在坚持、正在努力的老板也有很多。而且不是说阿强有多少多少公司啊，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你们也不用去道听胡说。就是你们有什么，对不对？我们就直接问阿强哥就可以了。阿强哥呢，他就是在广东做了点小生意，做了点鞋子的生意，鞋厂的生意而已，对不对？那挣钱也挣过钱，困难也困难过，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能坚持到今天，是不是？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很生意真的很多人负债也负在生意上，亏挣钱也挣在生意上，对不对？所以说每个人他怎么说呢，哎呀都不容易，我很佩服阿强哥能坚持到今天，知道吧？阿强哥口才变得更好了，是不是？直播的家人们，你们说阿强哥这个人你们说好不好？好的，我们全屏打个好，对不对？我真的很佩服，为什么？因为阿强哥他哪怕他自己困难，他不会跟任何人说他困难，他不像有些人说我困难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怎么样子。阿强这个人他心里面他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事情他自己承担，有什么事情他就觉得说，比如说我在这个上面我怎么样子了，就是那种怎么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那种。